你没去啊？他们怎么那么失控啊？比任何一个实境节目还失控。现在大家跟他都不是很熟。哎，这是可以播的吗？有些事情就是不适合在节目上说，不适合在节目上胡闹。那你就躺着吧，邱生。看躺着也太糗了吧。名字叫王子，然后一直飙脏话这样子。到现在此时此刻，我都还是很担心我们的节目的呈现到底会是怎么样。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龟山岛。我们要背着西瓜爬1706阶。为什么男团复出都要挑战膝盖这种东西？最担心的是敖犬，他现在好像的确有那个中年感。你们不要帮我，真的不要，你们走开，你们走开。不行，他不能。感觉他整个行动有点变缓慢，有一点初老的状况。其实抓敖犬的，我说一句坦白的，现在大家跟他都不是很熟。哎，这是可以播的吗？有些事情就是不适合在节目上说，不适合在节目上胡闹。那你就躺着吧，邱生。看躺着也太糗了吧。名字叫王子，然后一直飙脏话这样子。不是你没去啊？你就没去啊？他们怎么那么失控啊？比任何一个实境节目还失控。他跟你一样，他跟你一样同手同脚。小玉，他有怪癖，他习惯裸睡。不管什么时候，杨吉玉都还在露腹肌。哦！有羞辱感是正常的吗？不要躲，不要躲，不要躲！放手，放出来！可能可以再年轻热血一次了。在这个演艺圈，从一开始是因为他们，因为我们大家其实都还蛮喜欢一起工作的样子。我期待大家可以平平安安的录完这一季。笑脸的出发了。哦，有救了！哦，哎呀，再来个红包。哦，哎，不是，他这个有。我们才第一集耶！我很期待这节目产生的火花。哦，真的！正经女人，男女女，我爱泡泡茶，我爱泡泡茶，我爱泡泡茶。用权力收集许愿棒棒糖，就可以获得100万台币。哦，刚刚我们其他人都有哦，他就100万台币。哦！一个人可能可以走得很快，但一群人好像可以走得比较远。来吧！